今天是2024年的7月1号，礼拜一。这是爷爷奶奶的晚餐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嗨，姐姐，阿弟姐姐，好。爷爷在看信，奶奶在喝茶。看他在看什么，看得那么入神。爷爷已经94岁了，奶奶91岁。奶奶，你的老公饼，吃吧。你老公，好，好。